驾驶那个小汽车，以问路为名，带上独自回家的小女孩啊，在车上以检查身体为由，对他们进行猥亵。什么想法？为什么要摸我女孩呢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你做过几次啊？两三次。那他们有反抗吗？第一是回家的路上啊，要结伴而行啊，不要独自回家。第二，遇到陌生人问路带路的话啊，不要上他们的汽车啊。第三，如果遇到那个陌生男人啊，对你们动手动脚啊，要回到家要跟父母讲，来到学校啊要跟老师说。把情况及时跟公安机关反馈，及时打击这类针对青少年的这个犯罪。